沈阳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，通报沈阳疫情防控最新消息。为全力服务保障沈阳市企业复工复产，沈阳公安推出了“战疫情、助营商、促发展、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”18项措施。这一来呢，也是优化了不少的办事流程，为企业复工复产还有春耕备耕提供了便利服务。特别是放宽了三环路内货运车辆的限行政策，保障交通运输畅通。